肉点肉点，谁捡到枪谁是哥。我看谁第一个捡到枪。枪声在这个房区有过一传四哦，捡到枪了。我在说什么呀？我要说枪声在。节目效果，兄弟们，节目效果，不要当真了，不要当真啊！怎么回事？余生直接一串二，扶风赶来。我扶风一颗雷炸倒了八杠，还有谁？还剩下一个小王了。小王是把喷子加幺六，嗯，余生直接一波拜佛，余生一穿三。哦，缺型是一个啊，缺型和上把一。走位，走位。好，你没了，我宣布你已经结束了 Scrims， 你这边已经被锁定了。奶油，奶油，冰淇淋。哦 ，ice cream， 哦，你说 ice cream， 我就懂了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毕业太早了，早不用英语。ice cream 我懂 ，cream 我就不懂了，家人们。飞过来，在夹缝中生存。哎，清晨，看小白了，这个火应该烧到了，拿下，赶紧救，赶紧救，来劝架了，扶不起来了吧 ？SMG 过来了。能扶起来一个，哎呀，这两个投掷物直接把小白和清晨双双带走。这边是锣鼓枪带走天宇，直接报仇了。VS 的队友嘛，好 ，VS 队友来了，来到了侧面，有戏。676直接停到反斜，这边是舒展，舒展在天呢，先给你打残，先把枪直接补掉，啊，先把枪直接把他击倒去了。还有谁？哦，微笑把天宇给救起来了，看一下微笑这颗手雷准不准。哎呀，他扔到六七六的脸上，然后弹到脚底下，直接带走了。真实的物理引擎撑不起我，又剩下一个挚爱了，挚爱开着他的猫猫车，这个车怎么这么旧？下班，下班。射楼 ，TC 和 WAM 打起来，自优直接一雷双响，然后硕的一颗手雷是炸倒了自优，楼里面只剩下一个。七七零直接被接了波车，但是这波换弹癌了，是子弹打完了还是换弹癌了呀？没注意，刚子弹打完了吗？
刚才子弹打完了吗？ 三法啊，没打完，记录机。BUXBLOW啊，这个意思我懂的，这是 BU 的级，XBLOW。 770这波破点了，一颗手雷先把奥义给炸倒了，但是奥义的一颗岩石雷，奥义的这个脱手的一颗雷把谢少给炸倒了，阴差阳错，真的是，那约等于是770把谢少给炸倒了，没毛病。最后 LGD 接下来。 下班局打这么happy吗？阮被接了波，满了啊，没有满，哎呀，可惜，又剩下基德一个人，基德还想过来救队友，你确定这能救？你确定这可以救？ 波罗吹雪为什么要烧洛丽塔？拷打一下，波罗吹雪为什么要烧洛丽塔？为啥？这完蛋了呀！微博要被夹子打了，难受！来追杀苏南的兄弟。 山治和导师来抓苏南，谁都不打。我先来清这两个两人编制的 SPE 了，经典山治被苏南给打掉。布鲁哥被导师给放倒，但是原点有枪线啊，小心。 啊！苏南这边把两个老队友给嘎了，估计一个火。啊！苏南这波也是证明了自己。<笑>听说你们是来找我的，不好意思。啊！明斯戈尔，金姐连打带补掉，李一最后被受不了了，给击倒。二打三，兄弟们决赛圈。哎，不对，我看见你们剩下两个了。 剩一个了，那么恭喜北京微博，恭喜北京微博拿下今天最后一把海岛地图的胜利，多少个淘汰？10个淘汰，厉害！哟。